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《方舟生存进化》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动用一下小小的这个建筑的那个工程啊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一样是介绍钢铁模组的新东西啊。但是这些甲虫们啊，不可能要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先定居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在乱跑，我其实有点难控制他们啊。哦，那总共我们这边有五只嘛。所以说我打算要盖一个小屋啊，给他们一下啊，就让他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在里面活动，也不会乱跑乱跑的，让我有点困扰啊。啊，那乱跑都已经不知道到底哪一只是哪一只了。所以说呢，我打算是想要把这五只甲虫摆在这里，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我再把那个盖城堡的那个建筑，不是那个建筑，那个盖城堡的那个东西，把它搬过来。这样子以后盖城堡、开直播盖城堡应该会非常的快速啊，因为就在附近而已，而且石头我也不用去担心石头的问题了啊，就一个非常 OP 的一个生产啊，跑掉不理他。所以说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盖起啊，我们地基它是要五格嘛，五格地基基本上我们只要让它固定住，不要乱跑就好了啊。顺便跟你们讲一下。这次 DNA 进化啊，它的更新之后，它把这个传说装备变成这副德性了，只是好像还在出版，还没有上色啊，磨出来了，但还没有上色啊。这先跟各位讲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甲虫的家给盖出来哦，当然是要可以盖个栅栏嘛，这样我会比较好取的。但是首先要先来一个五个地基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了。那我们五个地基的话，我们那就是各全部都放在上面嘛。都放在上面之后，我再用看看这个围栏，看 O 不 OK 啊？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把地基都摆上去。哦，我看看哦，摆哪里比较好呢？感觉摆这里好像不能放，对，这里不能放地基，无地面或支撑点。啊，一定会有人说，老头，你可以用城堡模组来这边盖一个啊，可是面积太大了。面积太大了，我有点不想要这样子。欸，可是五只都放进去，其实好像也还好。欸，可是五只放进去，他们又会很卡，好难抉择啊！啊，算了，我先暂时用我的方式好了。之后如果想改的话，再稍微改一下就好了。啊，然后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，打雷又下雨，不管它了。来，五个地基之后呢，我们再盖个围栏啊，围栏。木质栅栏其实也可以啦，不过我比较想要，不像想要这个。欸，为什么没有出现？木质栅栏不是这个啊，十字栅栏在哪里啊？怎么没有看见十字栅栏呢？哪里个？难道只有木质栅栏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用木质栅栏好了，好像没有十字栅栏的样子啊。对啊，怎么看都没有，就只有木质栅栏。那我们就木质栅栏围一围就好，不然他们也走不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嘞，哎，有啦有啦，一个墙是四面嘛，一二三四，二十做二十个，啊，我们做二十个，先做十个好了。我们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得通啊？叮叮叮叮叮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对不起，搞错了，取消。嗯，啊，这是地基啊。地基啊，那是地基啊！哎呀，地基，打一下十，这样就一大堆啦。我不知道这个栅栏地基，我要的是没理由没有啊！我觉得我都有学啊，找到了十栏杆呐！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随便啦，不够再用就好了，这个丢掉，我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盖一下这个哈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啊，以他们的体型来看的话，这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哎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我卡住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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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蹲下，来，过去，啊，死定了！噔噔噔噔噔，卡住了。好吧，只好用工地帽了，工地帽来拯救我。啊，我的工地帽嘛没去啊，难受。蓝少，有人看到我工地帽了没有？
东西太多了。好吧，我只好帮你拆了。太好了，悲剧，一二三四，再四个。啊，十，再四个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之后待会用神奇宝贝球把他们丢到里面就好了，非常的 OP， 非常的方便，他们就不会乱跑了。呀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，一个一个带哈，我们就一个一个带就好了。喂，啊，然后这上一集咱们这钢铁飞龙其实有点弱啊，我这个人觉得还蛮弱的。三。二一，有一只，哎，这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等下再帮他改名就好了。啊，然后丢进去，咱们把它丢进去。嗯，我看丢不丢？一二三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非常好，哈哈。可是我这样好像按不到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大哥，也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掉丢，奥贝奥贝奥贝布呢？哎、欸，感觉快要蹦出来的感觉，哈哈 ，stop！ 哦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的虫虫 ，no！ 怎么办？我的虫虫不见了。我虫虫就这样掉下去了，谁来救我的虫虫？谁来救我的虫虫 ？No！ OK， 兄弟们，我们已经很成功的把这些蝎子不是蝎子，把这些甲虫呢，全部都给它固定在这个上面啦，啊，那他们就不会乱跑了，那也非常的方便的生产哦，啊，因为怎么讲，要把它们放上去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啊，花了我不少时间啊。啊！结果终于把我们全部弄好了，哇！你看这样子就可以现成，有没有？哇，根本就像是一个制造机柜台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到后面我周围再盖一个那个房间，把他们给盖住，不要让他们被其他攻击，让他们不要被其他生物攻击。哦，我们的那个材料制造机就这样子暂时的诞生了，这样子。哦，那我现在稍微把他们改名一下好了，这个叫做聚合物。有机聚合物跟聚合物，好，那我改一下名字，这样子我比较好方便，比较方便啦，就是聚合物跟有机聚合物，哎，跟有机有改名了，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啊？这个全部都是石头，非常好，这个改叫石头就好了。这样他们就不会乱跑了，我也不会就这么麻烦。这是什么？黑曜石、金属跟什么鬼东西？花黑盆，花黑盆，花黑盆，怎么了？不要吓我哎、欸！现在是危机，现在是那个非常的非常非哎呀！你，谁说你可以咬的、啊？我说。哇，你们这两只哇，说咬就咬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还有他们的血量还蛮高的啊，三万多滴啊，死不了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叫什么，黑曜石、水晶跟金属，还有铁啊，黑曜石、水晶、金属、铁，非常好。然后这是。木头、茅草跟纤维 ，perfect。木头，然后茅草，草，纤维，哇，太好了，完全就是一个供应商啊，太好了，而且是免费的。这个叫什么？啊，甲壳素跟角质，还有水泥。甲壳素、角质跟水泥，好可惜，它不会生珍珠。甲壳素。跟水泥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基本上甲壳素跟角质是可以一起用的。太好了，我们这样有制造机了哈。那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把这两台放在这边？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让它生黑珍珠啊，黑珍珠必须要有这个嘛，
我们现在非常的多，应有尽有，我们就可以这边这两台生产黑珍珠，然后看看啊，哎、对，他还要这个，我忘记了，他还要这个东西，哎、欸，这边已经生完了，100多颗啊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做啊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196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只有这个？然后这后面做出来的是跟屁一样没有用，是吧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然后这个聚合物也用完了，我们这边5000，我们这边还有好多好多，没关系，继续做。哎，继续做，继续做。这个应该是游戏的 BUG 啊，太夸张了。他那个做出来的有一些黑珍珠是不能使用的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反正就特别的奇葩，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做这么多黑珍珠呢？我们再来做一台这个好了，这个是拿来盖那个我们所要的机器人啊，钢铁机器人。我们再弄一个出来，啊，两个做黑珍珠，然后一台盖机器人啊，这样不错，双重的运作啊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先把这个安康鱼油啊放一半过来在这里，我们启动。我们今天呢？好，我们用了这么久哈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进行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召唤什么钢铁生物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只要一个钢铁，可是觉得没什么，还是这个飞龙看过了。那我看一下哈，这边，哎、欸，这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有点想要召唤看看这只是什么哎、欸，它的外形看起来有点像总头龙哎、欸，该不会这是总头龙吧？还是说、欸，其实这些我们以前早期都召唤过了啦，这个很早以前第二季都有，所以这些应该是不太需要。不过这一只我好像没有看过，是不是？要不要召唤？算了，之后再讲好了。我专挑一只真的是完全没看过的好了。我找一下、啊，这个这也看过了。到底哪一只有看过来这边啊？螳螂、飞龙。哦，这边有螳螂跟飞龙。哎、欸，有石头怪哎、欸。那我们来弄一只石头怪好了 ，Fire， 啊，这是什么属性 ？Fire 是火吧 ？Ice， 哦，我们来一个冰石巨人好了，好不好？它需要300个珍珠，500个金属哦，其实基本上不用怕，不用，不是啊，不用怕没有啊，啊，我们这边的300颗。这个算是嘛？这个也算是，这个好像不是的样子哎。啊，等它做完，200多颗，这个算不算珍珠啊？我看一下，对，那不算珍珠。啊，它这个做珍珠的东西真的很怪哎，不是我要讲啊，这个完全就是游戏，这个完全就是个 bug 啊！你看他们做完，好，做最后一个。然后这个才是真的，这个是假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没有300颗珍珠啊？没关系，再让他做，再让他做100个好了。有，我们有300颗珍珠了。然后我们来一下电路板，来，我们来做，我们用这台做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巨人到底长什么样的、啊，长的是这一个，然后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吧？没错，那500个聚合物金属。啊，金属聚合物这边可以找得到，刚好我们派得上用场啊。啊，这边聚合物它还在生，对，聚合物5000个，然后这个是石头，不需要。这边有金属，然后铁，还有什么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应该都没有了。对，非常好。OK， 那我们来召唤看看啊、喔，应该是。不会召唤出来要打他吧？应该是不至于吧？在哪里？这里不是，也不是你，也不是，这里啦，找到了。有呢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一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前面的工程实在蛮浩大的，花了我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啊。之后再来看看其他的石巨人吧。我们今天就先来看这一只，哎，有了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这边如果被破坏，其实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就在这里了，就决定是这里了啊、欸！怎么会有一只速度型犀牛？我们来看一下，
啦啦啦啦啦！哦，真的，速度犀牛，不管了，来，冲啊！哦，哇，冰属性哎，哇，还蛮酷的哎，哎，它还是透明状态的，哇，好酷哦，这个，哇，还可以这样子哦 ，Oh my god！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个没在给你盖的，好酷哦！个十百千万十万五十六万是吗？个十千万十万五百六十万，攻击力一万二，哇嘞嘞！攻击冰属性啊，一万四。右键丢石头，哇，冰石头，嗯嗯，单纯就只是。比较强的感觉，攻击力还是很慢，移动速度也是颇慢。可是他移动速度成长倍率好快啊！完了，我刚刚到底点多少？哈哈哈！哇！可是现在攻击力一万多，可是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有没有？有了，四十几万有了。物理啊！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哦，好像不能跳，只能移动而已。好、哦，真的会是这一只，解决你，抱歉。啊、哦，这个南方巨兽龙，它被改成这个模组还蛮酷的啊。啊、哦，那个其实就是 DNA 模组的生物啊。哇，现在敲一下死一只，敲一下死一只，而且重点是这个石巨人可以打生肉，不错。好像之前原版的石巨人没办法打生肉的样子啊。来。丢一下，右键啊！只可惜公里速度太慢了。我丢，怎么都丢不到啊！相信有一天丢得到的。为什么是丢鞋的？哇吼！棒棒掉下来了，凶狠！嗯、啊，哇，丢一下五几万，全部都掉下来了，非常好，去死吧！哇，好酷哦，超酷的！嗯，他会不会摔死啊？我们试看这个高度的伤害检测好了。啊，这边有一只，你看它完全不会动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游戏的 bug。行嘞，冷，攻击太慢了。石巨人是蛮硬的啦，缺点就攻击慢了。啊，这什么烂东西？还传说火箭筒丢了。啊，给这种烂东西，不如不要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往这边走。嘿，会不会受伤呢？他的钢铁模组的问题是不是还在呢？修好了、欸，以前会，现在不会了、欸。而且我发觉他好像这一只好像不吃肉，是不是？好像一样是吃石头。可是我这里没有石头，算了，那我要回家，走这里。喂，这感觉就是，还是会啊，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，这个摔伤的判定还是很夸张，我受伤了，行呢，解决了，哇，超酷的，这个冰霜石巨人，哎呀，可是这里好卡，说真的，恐龙太多了，让我回去，太好了。这样子的话我们遗忘那一只飞龙哥嘞，算了，就让他遗忘好了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钢铁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